那我在台湾呢，有去拜过那个大哥，那个很多许大哥，许大哥，然后他也给我看这个，那其实呢是一个，这是他的收藏吗？这是一个他的收藏，其实是一个版画，然后那个画他说是刘心武的，他是一个山头水神，所以他呢是，他水鬼变成水神，然后变成他一开始是妓女。变成水鬼，然后变水神，然后就变现在最高十五个、哦、但是为什么他是可以这样做？他是代表了月亮第十六、十八、六纪、十六世纪、十八世纪的那个动荡的那个年代。那个时候知道吗？月亮就分北部跟南部是隔开了200多年，然后一直打仗的。所以他是为什么魔道信仰是起来？是因为这一段历史，好，哎，没有时间讲太多哈。好，我们刚才说的提利亚纳圣母，但是都差尼普啦，不知道是谁，对不对？那他原本的像是这样子。那现在大家去那芽庄那个塔，旁边有一个博物馆，那博物馆里面有这一尊像，那它就是提利亚纳圣母的原本的那个像。可是呢，因为现在都被穿衣服了，我们看不到。那他是原像是这样子，你注意哦，他是那个这个人是，Shiva 的太太，啊 ，Shiva 的太太叫做乌玛女神，啊，乌玛，好，那他呢，他是一个母神，不是女神。为什么他肚子这边呢？你看有三个条痕，因为他生育过的。好。它原本的是这样，但下面这个台呢，它真的是标准的女生生殖器的那个形状。好，这样。好，这是住主婆的那个台基，那也是就是女生的生殖器的形状。好，这是住主婆的啊、哦，你看哦，刚刚就是从顺化往北就是非常多的神，对不对？到南部呢，非常的简单。它是我中间最大的那尊像，就是住主婆。它旁边有一孤一鸠。其实呢，这两个都是两个圣子，男性的圣子器。那以前呢，还是方着这样。现在呢，应该在念经福人拜嘛，所以他就会把一块红布它盖上去。那其实它是男性的圣子器在这里。好，那后来是故呢，是后来是配一个另外一尊女性的神像在这边，就是就称作住主婆的儿子跟女儿，好，那比较原始的这两，就是这两块住主婆的香跟那个男性的圣子器在这里。好，所以它呢，它其实非常简单，它越南部啊，那个神殿越简单。啊，越往北或者集中在中部，就是有朝廷的地方。他说非常复杂，他非常多的那个。但是看他这么简单的神殿，其实他还是堆叠了很多层文化。他是不是在神明的数量，而在这位神明的身上？啊，我们就看到Khmer 人、华人、越南人，啊。然后呢，它旁边还哎，这个的旁边还有一个拜柬埔寨的神，叫做什么忘了，所以柬埔寨的人也会在这里拜。好，啊，这是黑婆，黑婆在后面呢，这是瑶池金母。好啊，其他呢，越南还有看到很多比较代表的女性母，像无形娘娘，好，无形嘛。那月亮就把它想象为，就是都是女生在管的，不是男生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其实无形娘娘她不会是单独被供奉，她是会配饰的，就是陪在旁边的。那我们这个呢，是在我们去芽庄又晚上又吃海鲜的时候，就那条，她把那条街，然后呢？就随便哎，看这有庙，就拐进去看。看完庙，那个要出来的时候看到无形庙，就是这么小的，然后进去看。因为我是带老师去嘛，所以我们先去看庙，再去吃海鲜。好，再是，这是在我学生的
寺院，他是一个出家人。好，他的寺院呢旁边，他是新盖的，那旁边有一个叫做母道的神坛，那这在这是福光寺龙安舍。那中间这一位呢是瑶池净母，旁边这一位呢是住主婆，这一位就是谁呢？他是天后妈祖。然后下面呢五位穿着五个颜色，就是五行能量。好，那他这一派呢是跟我们刚才看那个银武的是另外一派。那他们这个是他们的那个跳祭舞的人，你看其实都是男生，那很漂亮的男生穿着那个女生的衣服然后再跳舞。然后我的这个学生就是他现在出家了，但是他十三岁以前呢就是在跳这样，他朋友还在跳，我有去看过一次。所以他这一派呢是跟刚刚我们看的人跳舞是不同的啊，这个都是这些人才可以，而且也这个只是家一代一代传哦，不是随便每个人都想跳都可以。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之前在南部的寺院都配置新盖的哦，不是全传统的，也是旁边有盖一个这样的一个神坛，母道的神殿。好，那再来我们先讲一下天后宫。华人呢，哇，在平阳省最大的，其实天后宫很多在胡志明市有嘛，但是它最大的好像是在平阳省，然后这个是平阳，那它最大的祭典是1月15号农历。好，人非常多，重点是竹人去拜很多，然后我们叫做它是婆寺桌吧，我们不叫庙，那俗称叫做桌吧，就是婆寺。好，才就把它作为一个女神，然后这个庙呀是个寺，这样是越南的常这样讲。他的活动也跟我们拜妈祖一样嘛，就是也是绕境啊，然后是那个轿也要摇来摇去啊，反正都有。但是主要是很多，他把越南人金族人把它变成一个财神，所以那一天一定要去拜财神，就去这里。金族人非常的多啊。那天后呢，在胡志明市呢，可以看到明显天后跟住主婆的配合。那在原体命开那条街，就是靠近道南公园那个庙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好，它其实呢，它的前面是拜，它正殿是拜那个天后，它后面还是拜住主婆。所以其实可以看到，在华人在越南很多人也拜住主婆。我最近这没有截那个图出来哦，这是那个天后的在平壤。没有截那个图出来，就是在第五郡的华人在里面，他们除了拜华人的神，他们也拜住主婆。然后像那个住主婆那个庙，也很多华人去拜，因为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保护贸易的神。那华人是最会做生意的嘛，所以华人也去拜，因为它是一个运河的旁边，那以前做生意都要靠运河嘛，所以它是变成一个保护贸易的神明。快好了，这个是很简单的讲，母道跟其他宗教信仰的平衡。那它与道教呢，它其实它并，我认为呢，它是并吞道教的神坛神明系统，然后他也参考那个道教的仪式，所以他把那个因为母道呢，他发展到后来没有，反正信仰是反映社会的嘛，那我们社会已经走上那个父权社会的结构，那一定会反映在民间信仰里面，所以他不可能只有单独的都是女性神明，他要做一个性别神明界里面算性别的平衡，所以要请一个男性神明进来，然后神圣的是玉皇大帝嘛。那如果母神叫做妈妈，那就是玉皇大帝，就是我们的父神，就是当做充当那个父亲的那个位置啊，那个位置。好，再来他与佛教呢，在北部呢，我们有佛母。没有 佛陀就是男的嘛，去哪里都是男的。那去
中国是只有菩萨变性而已，但是在越南呢，一开始就佛就变性了，就我们有佛母啊，曼年佛母啊，然后在北部呢，前佛后母，在前面就是佛殿，就是大雄宝殿，但是后面或者是旁边呢，都是一个母道的神塔。你去比较有名的寺院都是去相寺，也是就知道相寺嘛，很有名。然后大的寺院都是这样，北部哦，我说这样不对。帮我看有没有陈什么？没有，没有。那前面看陈陈草冠或陈草蛋，这个是都被配在那个母道的系统里面。好，但是他只是诚心道，他是诚心道，跟他的家人、跟他夫人、跟他儿子、跟他的将领，都是变成圣道，是变成很重要的神，然后被配到那个母道里面。那同样母道也被配到那边去，就变成一个在神明界也有两性调和的这个现象，就反映了社会嘛。啊，与印度教呢，所以他希纳呢，他接受神像，就这么刚说嘛，天尼亚那圣母，然后他说教新的传统，好，那个他还是一样的旧的，然后但是他整个概念跟他的新的崇拜的传统就把它覆盖上来。我去年看就这样，我前年去看呢，他其实前面的每个塔还写这是婆塔，婆婆的婆，翁塔，顾塔。旧塔，它其实不是啊，完全不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去年就是前年去看到，去年去都把那个应该有人有意见，所以他把那些牌子都弄掉了。所以其实管理者也不太搞不懂。然后再来是，我这个打错了，是初吗？然后为天后信仰呢，他信那个母的，其实天后是一个女性的元素，他同化为母神，所以他也是希腊纳进来，那是非常多，不只是平阳省了，整个他们做那个田野调查，第一位就是诸如婆，就最多，然后再来就是天后，就是天后的庙，或者天后也出现在陪祀的那个功能，也出现在很多很多南部的庙。南部哦，在南部。好，啊，这也是一个比较，我没有把它列入，叫做高台教。那如果我研究越南，会对高台教应该有一定的了解。啊，可以看到很熟悉的孔子啊、孙中山啊，对不对？Victor Hugo 啊，很多。那其实它里面呢，有一个系统叫做什么鸡圣母还是鸡？九天玄女，然后这个是九天玄女，里面是那个西王母吧？那他也有一个故事，他也有仪式，他也有这个就是他们的拜的那个神像，那是比较新的高台教。好，那2016年11月呢，越南有一个教授哈，他是出了这个越南女性在母道文化里面的软。势力，软权力又软势力，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啊。好，那就是意思是他就把那个女性的位置把它提高，但是呢我其实以我的观察，现在在运作那个母道信仰都不是女生在运作了，都是在男生在运作。我前三年去那个顺化，在过年前大概好像24号去顺化做田野调查的时候，他们就刚好做谢礼嘛，那我看里面30-40个男生吧，都全部是中年男生，一个女生都没有。但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呢，在主掌这个母道信仰的运作呢，其实都在男生在弄，而不是女生啊，就比较好玩的一个角度。好像很想玩的。好，最后一页咯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哈，越南母道它随着国家领土的南进，它延续了母道的掌管保护的功能，然后它同时呢充当了民族宗教整合的一个功能的一个作用啊。那其实我们看到母道的发展，可以看到越南很多民族
很多大的民族其实是有侵略性的民族和被侵略的民族，他们都是在这个信仰里面找到他的和解，找到他的交融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